同学题目是这样子，他说 XY 都是正整数获利，而且这个样子，那么它的最大值最小值是多少？我们这题算法也有很多种，其实每一种题目算法都有很多种。好，我们先这样子算。好，当 x 等于0的时候，因为他说0或正整数，当 x 等于0的时候 y 等于8，当 x 等于1的时候，那么 3y 等于24减4会等于 23y，那么这就不合，因为 y 就会变成分数。当 x 等于2的时候，3y 会等于24减8，这个也不合，它也会是一个分数。当 x 等于3的时候，应该就可以3412， 3y 会等于24减掉12，所以 y 就等于4，这就 OK。当 x 等于5的时候，4520，所以这也不合。当它等于6的时候，6424，对不对？3的时候可以，5的时候不可以。当 x 4624， y 就等于0。好，同学，那么 x 加 y 的最大值是不是就是8？ x 加 y， 那么 x 减 y 呢？x 减 y 的最小值是-8。